今年19岁，来自台湾宜兰的女孩陈慧杰，拥有最年轻的台湾演说家、旅游作家头衔。今年她到澳洲凯恩斯打工度假，希望用一年的时间记录这个拥有世界自然遗产的知名城市，作为未来演说还有出书的题材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慧杰，我给我自己一个特别的休闲礼物，就是来到澳洲打工度假一年。那凯恩斯是我选择的第一个城市。很多人问，就是为什么第一个城市会选择凯恩斯？因为很少人是第一个城市就来凯恩斯。那我被吸引的呢，除了这里的海很漂亮，然后又拥有世界自然遗产大堡礁以外呢，还有我喜欢这个城市。